令皇后娘娘臣妾玉玺已然有身孕。阿若现在有些家事也忙心，刚才皇上多看了我两眼，没想到主就嫌我碍眼了。姐姐嫁给王公公，这是旁人求也求不来的福气啊！嘲笑宫人，无视中宫，本宫不得不责罚你。奴婢是为了替主出气。你就知道朕这是后宫，一句话说不好就会被活活打死。如懿传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纵歌台。